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服务的团体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，我们有外部顾客，因为台北市会，比方说居住户，我们现在有三个偏见在做，我们做过那个员工满意度，每个员工对自己找到打分数，我们现在有送给议会，每个议员的居住打分数，我们现在还有居住户评，成绩出来后，都给每个人看自己的成绩，你能改就改，等到第二轮你还是不行，那个，我是这样，如果你看到你的成绩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你可以改变，可以改善，那如果你认为你还是不能改善，你自己就走。所以我常常我的态度是这样，我当长官，我几乎没有开除过别人，都是自己走的。那我们怎么会有这个自信？因为我们在建立偏见制度啊，这叫信仰。什么叫信仰？相信众人的智慧超越个人的智慧。一个人打分数当然不准，可是63个人跟你打分数，你不要跟我说不准。当有20000多名员工在打的分数，我们第一次员工满意度是20000多人打分数，同样不要告诉我不准。的确，里面会有 bias， 会有 outlier， 知道？在统计学在 outlier， 但是。统计上是有意义，所以我们有单有31个居处，包括副市长、秘书长，他们将近40个不平的时候，这个请不要告诉我的副组长。